大家好，这里是广州建房服饰的展厅拍摄现场啊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鲁爱麦家居服啊，这份啊获得100%的纯棉的，它的款式都非常好看，很卡通，版型又好，色系都是比较温和的，舒适很温馨的啊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款式，你来看一下，很多图案都是很卡通的啊。这份货了，占了20%，它有一些是方领的，像这个是方领的，有一些是圆领的，24%的方领，圆领的套装有65%，小份是213件的，它里面有部分的，像这些连衣裙啊，有11%的连衣裙，就上身啊，在家里穿呢都是非常舒适的啊。像家居服啊，前段日子我们也上了一个品牌，一上的话都是被秒光的。因为上次有说过，家居服呢是我们人手必备的。一回到家哈，每天上完班回到家有多疲累，回到家就换上最舒服的这个温馨的、舒适的家居服，不管是坐下来休息啊，还是晚上接待客户啊，有一些亲人啊、朋友啊上门来拜访啊，都可以啊。这是也是说了人手必备的，我们实体店呐、或者是直播的一个吸粉好货哦。看一下每个款式都是，它色系都是比较温馨的色系哈、我们一回家就是这些色系，它看得比较暖舒服啊。一般就是比较浅色系的多哦。这版型都是很舒适的，休闲的款式。很多那个袖口它都有一个装饰，图案都是很卡通的，很可爱的一些有一些装饰，这些方领的、圆领的都有。这一套是一个纯色系的，它主打色系都是浅色啊、粉色啊、浅蓝色啊、灰色啊，这些比较多啊。圆领的占有65%的，像这些家居服上身的话都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是一个男款的哦，它里面有小部分的男款的。家居服呢，拿套装这些家居服呢是非常超值的哦。它每一件呢，它现在这一份货金报价才3字头啊，100%的纯棉的哦。所有的色系都是给人看的很舒服、很温馨的啊。看一下宝蓝色这些连衣裙啊，一个套装都有，还有一个横条的一个拼色。这里每一个颜色、每一件的版型都不挑人的，十分的百搭，任何人都可以的啊，人手必备的好货。一个很暖的一个暖色系套装啊，这个很宽松版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连衣裙啊，在家里啊有时候沐浴出来跟上来都很舒服的哦，睡觉啊或者是直接在空调房里面都可以哦。像很多人都很有习惯，不管是反正一回家他就会换掉外面的穿的衣服，然后换上我们的家居服，然后就看电视啊，好吃饭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就是舒适休闲这样子。我们家居服呢，最重要就是一个面料哈，这个面料是100%的纯棉，很亲肤的，主要是上身舒适啊，然后有一些就是宽松，版型啊又要好看。有时候就刚好说有一些亲戚啊突然间就来报道都有了，就可以就不用说觉得要赶快要急急忙忙去换衣服，但是我们要换上家居服的话，你看接待客人啊都可以哦，一些亲人啊这些都可以，很舒服的这些面料。这个从视频上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哦，满满的一个质感。这份货从刚刚视频看过来了，款式非常多哦，现在都很少有存款了，版型非常多，款式它的码数也是都是有领标都有码数的哦，它版型都是比较宽松的，
刚也有说过，百分之百的纯棉的啊。很多卡通啊、色系啊、图案啊都很好看，有金色的这些哦，一个皮外套。像这个这两个浅蓝色的纯色系，也是一般很多人很喜欢的一个净色系的，然后就是比较可爱的一个搭配点缀的图案哦。大家看一下，很多款式，基本好像没什么存款了哦。这一份货非常好，不管是我们实体店呐、啊，还是直播直接吸粉呢、啊，都是好吸粉好货来的，吸粉利器啊。价格又不贵，这么一套哦，才三字头，百分之百纯棉，色系啊、图案啊都非常好。我看一下啊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最后这一个，哦，这些搭配都非常的好看，小清新啊，很可爱啊，这些都有。一个绿色的这一套，上身效果都非常好的。像这些绿色白色一个搭配，看上去就是很给人很舒服很温馨的一些感觉，一个格子的一个连衣裙款，每一套上身你看从那个视频上看都是哈、哦、非常好看，其实实物更好看哦，百分之百的纯棉。好，接下来看这一份货最后这一件连衣裙哦，竖条的，都是上身非常舒服的啊、哦。好，今天这个鲁爱卖的家居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